暌违三个多月终于开学啦，只不过还是远距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实体上课要等到中秋节之后才行。好久也没有拍上学的日常给大家了，看到去年开学第一天还有校园跟同学的场景，今年完全没有，就只有我电脑还有我家的场景而已。今年开学第一天换不同风格给大家咯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。那我们继续开下去吧。今天的搭配是苹果、奇异果跟红萝卜，但我怕红萝卜的味道太重，我就没有加太多了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我们远距开学的 Day One。我今天早上8点多就起床，因为我喜欢上课，还是有上课的那种仪式感，所以我就有比较早起来。我今天第一堂课是10点。梳妆打扮一下，量完体重，喝完水，然后打完果子。我们家昨天有削苹果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只要把它切球好了。我今天没有加香蕉，因为我想说每天就是换一下不同的口味。第一堂课是宗教哲学。这堂课是全英的课，个人英文听力不是太好，说这堂课的老师非常的好，他只要你有交作业，你就几乎都一定会过。在家上课的关系，所以几乎每一堂课都是用不同的线上软体来进行教学。你们在课堂前啊，你们一定要去你们的信箱或是你们的班去。我们学校有一个叫 iLearning 的系统，然后老师就会把资讯丢在上面。我们就是用这个 Discord， 然后现在才9:47，我是10:10上课。我觉得新生啊，或者转学生对他们来讲，相对的比较辛苦。他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了，只能在家线上的远距，你还不知道自己的同学到底是谁，就只看着照片或者是看着头像而已，你也不知道你那堂课是有开镜头还是没开镜头，人跟人的交流就少了很多，也不可以大玩社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很多活动也没办法举行，很心疼他们的。那像我们学校一开始原本是延到9月22，现在是延到9月26，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。对，继续再演。想当初一年前，我的身份还是个转学生呢。线上课程真的要记得你自己的麦到底是静音还是有开声，因为我们之前上课远距的时候，同学在打游戏，但是他没有关静音，然后老师就非常的尴尬。我的胡萝卜没有打碎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所以我实在不敢吃一块，因为我本人就已经不太喜欢吃红萝卜了，但是打果汁的红萝卜味道我还可以接受。叫我直接生吃或煮好再吃，我真的不太喜欢。哎，我的密码还是打错。哎，这就对。老师正在输入。哎，这个我还看得懂。然后说就是要开着这两个的视窗，然后现在就等到10:10，我们就会正式进入上课了。上完一节课了，我们现在要休息到11:10才要继续上课。拍一下我今天的 OOTT 给大家看。我今天穿的就是一件短版的上衣，然后配牛仔裤，非常的舒服。看一下我的眼发。
someone else in class who does something to kind of create some kind of data or material. Each of those is self-generated. 现在已经下课了，今天就是介绍他整堂课是怎么进行的，然后要交什么作业，什么时候考试，要去听什么讲座。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些困惑，所以我想要来询问我之前上过这堂课的同学。完了，现在决定先来煮下我的午餐，因为我们家昨天是喝味噌汤，所以还可以热一热。然后还有这个玉米笋。今天的午餐有泡面、地瓜叶、玉米笋、鸡胗。吃之前就先打了一个嗝，我可以吃一下下，等一下下课完再继续吃吗？在餐桌上上课，把菜先盖起来，晚一点再吃。远距啊，看电脑看很多，所以一定要吃叶黄素，保护你们的眼睛，一定要记得吃。先来做一下刚刚那一节课的作业，因为我手这边被烫到啊，所以我现在还是要持续的擦药。那一天我帮我爸做早餐，我煎蛋的时候，有整个啪，然后手就被波及到了。第一次我们服务业管理的课程哦，上课的这个方式哦，今天早上我在安排我们硕专班的课程的时候，很多的同学跟老师都觉得我们在希望我们能开镜头，所以因为他觉得这样比较有温度。拍摄影镜头有没有问题？的美姿哈，第一专家就告诉我们说，其实现在线上上课的时候啊，我们的坐姿，包括你们看哦，我现在坐，我在我的办公室里。啊，这个是谁啊？这是日本人吗？小野啊，只有我们五个，只有我们五个让我们让大家看到。下课啊，就一切了。老师，拜拜，拜拜。谢谢老师。好，不客气，拜拜。今天已经下课了，今天2:50就结束第一天，开学的第一天，其实没有到很困难啦，因为我们之前都有进行过远距，只是要去调整说之后上课的话要实施加远距，还是要分流上课，就是要大家要讨论一下。明天我的课是在下午，所以我今天开学一天就已经这样结束了。落差就是没有办法见到同学，然后没有办法跟同学去吃个饭聊个天，就比较可惜。现在要先来画我的第一样作业，就是早上上中哲的作业，画的或是写出你生命的地图，写出10样影响你人生的事情。我已经把没有传给老师了，咕嘟咕嘟，都忙好了，我就要来吃刚刚中午剩下来的泡面。现在呢，我要来去接我们家宝贝恩恩下课，他已经去上幼稚园一段时间。高兴吗？打招呼 ，Hello。谁要秀下来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要来找阿云玩什么？
手机都拍不出来月亮的感觉。小妈，你在哪？在。Hello。小洛城地震完胖胖的样子超可爱的耶。他已经开始在萎缩了。你看他开始变成皱皱的了。超干点点的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在养鱼。啊？什么鱼？鱼。什么大鱼？你今天已经咬了我一大口了，都没跟你计较了。